我现在念出了这些名字：星期三3点，补课 ，Peter Chan， 就不能写中文名字啊？我的妈！你老公今天没跟你来？他在忙。最近比较少见他跟你一起来。都叫你早一点回来了。明明知道我今天 off 的。去洗澡。其他人呢？拿掉了。你下午还补课吗？ 父母呢？我 parents 不在，他们经常出国。这，吃完你懂得从这里回家吗？懂了。加速。 校长，你找我。Can you please tell me what's going on here?